边角角埋起来，两只角角放好。鸭鸭扁，鸭鸭扁，鸭鸭扁，鸭鸭扁。等一下还没，你出来了。佳佳出来了，那你往前坐。还有一次。那你坐这里。你。好，我要鸭鸭扁了。先把佳佳埋起来。两只脚脚在一起。在一起。你穿袜子进来啊、哦？还是要脱袜子？好啊，帮我盖，我要站着。是啊、哦。你帮我盖着，快点。好。你叫我吗？可是你穿了袜子，你要不要问妈妈？没关系，可以等一下把它拨一拨。是哦。嗯。你要问一下妈妈。不要好了，不要好了。问一下妈妈，等一下妈妈凶你，小心后面有人。姐姐也要买脚脚哎。重新。姐姐买个娃娃脚脚。我可以坐着。